搞得你好像皮都没有，是个优点一样。Hello，Hello， 今天给你拿了一个化肥的料子。啊，什么料的？籽料。我还山料嘞，和田玉籽料，紫罗兰。嗯，春呢是见惯不死。哦，这边也有，没有皮啊，这料子。没有皮，那也是翡翠呀、啊。雕个手把件嘛。不是你，什么手把件？你这么大气，你这么猛啊，出一个小东西值钱呢？你怎么不说做界面嘛？也可以。来，其实呢，自然观象我们去看，有紫色的，而且呢肉质有发黑的，种也是够的，就是肉稍微粗一点，然后就是看裂。目前来看是存在惨啊，什么价？这个料子可不便宜，我买不买得起吗？买得起，15000块钱，贵了吗？哎，什么叫贵了？现在的籽料跟色料差别没什么多少啊。你不是明料啊，你要是明料，这么大一坨，我能给一万吗？皮都没有了，搞得你好像还皮都没有，是个优点一样。肉直接都肉出来了，所以我看不到敞口。敞口不敞口不重要，重要2500没漏呢。3000没要不？最高了？最高再给一口价，3150。6800，你也从来没给我6800，这个是10000都给过你了，还不是？我是说。6800块没有给过，你要拿个值6800的石头来，我就给。这不是拿过来了？3500。别开玩笑，咱们一人降一点。加不了了，到顶了。能卖我就是划线了，3500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裂，然后这边是两条，切这条吧。上邮局讲说，我不是两百呗。哦，没给钱。哦，你听懂了。爹，去了那么多次缅甸，高低能整两句的吗？切石头，没问题。快切，大掌。大掌。帝王子有籽，但是哎太少了，拿了一片见光不死的紫罗兰，然后呢还带有一点淡淡的情底，有点裂，但是不怕。娘，哎，这一片也不能给你，全是我的，都是哎呦一天到晚的小气鬼。